2019年是小镇漫游年，就这阵以历史隧道甲火车为主要的首镇二强来入选为台湾经典首镇。为特别邀请民众小招来积极佚佗，伫外滩国家宏观处甲一只镇公所特别来推动一系列的宝岛仲夏节活动，欢迎游客伫休假期间来积极坐火车、食山椒、做卫兵。东林社区学院向七个大师王清松夫妻以及王贤明、王贤志两位老师等贵人，奉茶送花来作为拜师礼，感谢因愿意将七个带进来偏远山区的东林社区。太感动了，等一下要小礼物。我如果要讲的话，我就快流眼泪了，因为我不知道要怎样用语言来表达，就是非常的感谢老师们啦。哦，当然是很感动，我感觉哦，我们非常非常的幸运，能够让王清松老师的指导下，可能我想说哈、哦，我很期待说我们社区，那个区域啊，可以成为我们社区以后的那个特色产业，对。老师来吼，互阮有一种做安全感嘛，因为阮家己咧做诶时做起来，阮感觉做无安全感，啊老师也来甲阮看一下安尼，啊阮就感觉哦，阮加做安全感嘛安尼，所以嘛做感谢陈敏颖甲陈志老师，啊尤其也是很感谢我们那个副座。信义乡东林社区为三年前开始学做菜，认真的态度以及杰出成果，让两位王老师是真懊恼，也吸引各部级菜的大师王清松亲身到场来指导。从古上来配合，这是做的美术方面哈，那像像讲美术方面那是啊，红的青的白的青的这配合，表示伊这个。那个国剧哈，这地的是那完了，哎，历史的照样，这有需要，那走那研究。我们从草屯到这边来，沿途需要开的车辆大概将近车程将近有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喜欢到这边来，当然是沿途的风光很漂亮了。另外就是说，我们跟这个社区的结合哦。看到社区这些学员们工作的态度非常的投入哦，也很用心哦，所以今天可以看到出他们摆出来的成果非常的亮丽，我们很珍惜这个机缘啊。在三位全国知名的菜艺大师的传承指导下，学院目标将菜艺来成为东林社区的特色产业，也欢迎兴趣的民众会当来到东林社区体验生菜趣味。记者金山长报道。